立式环模颗粒机，外计 KG 离心高效立式环模颗粒机，是经我公司技术人员精心研制，国内首创的国家专利产品。该系列产品适用于稻壳、花生壳、树枝、树干、树皮等各种下脚料、农作物秸秆及木屑等。立式环模颗粒机五大特点：一、模具立式安装，运行静止，垂直进料，不起拱，易于散热；二、压轮旋转，使物料产生离心力，四周分布均匀；三、模具两层，上下两用，降本增效；四、主轴和连体空心轴采用德国进口合金结构钢，经水锻、粗车、热处理、精车和精模加工而成，结构合理，硬度均匀，提高了部件抗疲劳性和耐磨性，运行更平稳。五、传动部分所用轴承和油封均采用高精度轴承和进口耐磨耐温氟橡胶油封，且特别增设润滑回油系统，自动定时给油润滑，确保轴承充分润滑，运行安全可靠。武士木片机，木片机由基座、包滚、上下喂料结构、送料装置和油压缓冲系统及电气控制系统所组成。该设备可使物料在破碎腔内得到充分有效的细碎，产量高，能耗低，可将各种杂木、毛竹等物料切削成均匀的片料，也可把板皮、单板、竹材、枝丫材、秸秆及其他非木质纤维杆等各种材料进行切片加工。秸秆木墩破碎机，外地 X 秸秆木墩破碎机是本公司新推出的大型旋切设备。该设备由在驱动装置带动下的旋转料仓、旋转转子、高效油泵等部件组成，可用于数吨类大型物料的破碎，还可以通过更换内部转子刀头用于打包秸秆的破碎，具有投料迅速、效率高等特点。滚筒烘干机，滚筒烘干机使热气流从前部与物料同时向尾部运动，通过热传导、对流、辐射传热量，将热能直接传递给物料，使物料的水分在滚筒内不断被蒸发。出料口的引风装置将大量的水分、湿气流抽出，防止粉尘外排造成的二次污染。通过内螺旋搅拌、扫散、超板推动物料运动，完成整个烘干过程。双转子粉碎机，YSCD 高效双转子粉碎机广泛用于木料和秸秆的粉碎，内含两个转子相对旋转，增加了锤片对物料的正面冲击的概率，粉碎无死角，效率高，改变了在粉碎室内的运行线路，充分利用粉碎室空间，扩大了筛网面积，并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筛片，使筛片的使用寿命提高一倍以上。燃烧机，生物质燃烧机是以生物质颗粒、木片、木粉为燃料，以悬浮、沸腾、半气化裂解燃烧方式产生炙热火焰的环保型燃烧设备。该设备主要应用于食品加工业、印染业、喷涂业、喷漆、取暖、洗浴的行业改造上，节能环保，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二氧化硫排放低，操作方便，可控制出火温度和风量。逆流式冷却机，逆流式冷却机采用逆流式冷却原理，使颗粒冷却充分均匀，采用独特的滑阀振动机械排料，运转平稳，排料流畅，无噪音，冷却效果好，大大提高颗粒质量。双轴桨叶式搅拌机，双轴桨叶式搅拌机广泛用于饲料、化工等行业，低速运转，高效混合，动作柔和，可添加多种液体，全敞开门结构，
不漏料，出料迅速，无残留，混合高效，搅拌均匀。卧室环膜颗粒机 YHKG 系列环膜颗粒机，广泛用于饲料业、养殖业，可加工各种不同要求的全价配合饲料。该机型加工物料时温度适中，能很好地保持原料内各种微量元素，适口性好，动物采食量大，利于消化吸收。成品颗粒直径可在2到8毫米，长度5到20毫米之间调节，适用各种养殖对象，在不同生长期的需要。